神光大发。全军出击。哎，他这个危险了。给个眼。正在报告。疾跑。铁蓝，我这个线其实还是那句话，最好还是别乱动。有情况。要迅捷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攻他！我去前面探探路。等我回个消息。OK OK。要迅捷。整装待发。被 Q 迷死了。正在报告。他把那个药，他也没有，他也没有 TP 的，这个要注意，兄弟们。他要开 E， 他没有 E 吗？他这波开 E， 我有机会杀他。我不想回家。算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这个位置是不是能看到我回家了？我能把这个线卡住吗？你说我这个线不回家好不好？感觉还蛮好的。我感觉这样我有点亏呀。就算我赚了点经验，感觉赚的不够多。赚的不够多就是亏了，这没毛病吧？是长官。五路路上单，你真别尬黑，真不菜好吗？我去前面探探路。真搁这尬黑，兄弟。这样是赚的，是赚的大半管经验，但是我感觉赚的好像还不够多。要迅捷。我不知道我这样能不能扛伤害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这个闪现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感觉没什么用啊。整装待发。我经验其实挣了大半管，刚才那一波。 刚刚这个闪现感觉毫无作用哎，死喽，兄弟！ 也来我上路吧，你推你的线就好了。好想吃一下，我吃个买个棒子，节奏会好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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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买个棒子节奏会好很多，要不然回家只能买小剑了，买这种小剑了。 他龙王先管，就管自己的线吧，都到不一定要强行支援，发信号就行，不用强行支援。是长官。他只要一直发内蓝刀往哪边觅死的信号，我们自己来处理吧。 这不好过去，这不金属先过去。看金属的动向，我假装溜了，其实我是来找人的。 我得先逛一圈。整装待发。铁男刚才开大冲过来开大招，把我们那个打野给杀了。难道呢？塔想打我？是长官。 他应该在打那个虫子，但是我没办法。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就不用去管了，兄弟们。正在报告。铁男如果这波不开几把，把我们打野拉进去的话，我们打野就会塔下就会晕住那个蓝刀，那个蓝刀就有可能会死。是长官。 不要把兵线放进我的塔下，来了，他就开扫描了。我的这个，我这边这个弹就一下子没视野了。所以玩提莫，其实你需要很注意，注意你的，注意我们的弹，我们的弹是有一个小型的范围。如果那个小型的范围突然之间变窄，那就意味着旁边有人开扫描，知道吧？这。 谁要是捣乱，谁就要吃苦头，你知道？转起来就不会停。
不能动了，现在有点尬住了，搞错了。 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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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烟雾弹，我这不该脸，要么第一时间打完出来，要么不能这样。我还是带下路，这样打有可能会输啊。 帮你一下。想追我？ 这个扫描我感觉我都用的不太好，每次搞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感觉怪怪的。 疯狂带线，我感觉带线容易赢很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的功夫全在带线上面。 留个巫妖之祸，因为如果没有小兵的话，我是挖不了巫妖之祸。差不多了，他就自己没来，想追上我还是有困难的。 看看能不能塞进去。
我差点钱怎么办呢？别抢！ 当当当当当！不用做女妖啊，不用做划船杖，像我们直接做影叶帽子就行了，伤害嘎嘎高，兄弟们。你说瑞兹这个装备咱们能不能赢？ 考你们一下，还有酒桶这个装备，我们打不打得动它？打不打得动，兄弟们？ 所以我不建议玩提莫，你出法船杖不建议，就做影叶帽子就行了。他也是没有蹲到他，还有冰心，凑一下挺肉嘛。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输出方式是无限的，就我们不需要靠能量打输出，我们只需要靠普攻打输出。 这样我们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输出，所以法穿杖这个装备有，如果是打一种大肉，就是两三件大魔抗的，会稍微快一点。但是打一件大影魔刀啊，这些装备我们那个就要好很多。就打一件大影魔刀，或者打一件。 拜魔这样的装备，正常做就够了，真够了。对，没有我们打不动的人，而且是不需要做法穿杖的那种。别让他一，这个要去大龙。来了来了。 这样他们直接让掉了，让掉了。 对得到我啊，老弟！可是我那个没吃到，还是有点小亏的。车子没吃到，哦，塔没吃到，亏了很多经济。 我就带上好了，我懒得管。
大树还是很有视野的。推塔流戒指也可以换的吧？是可以换了。帽子呀，这就是我们提莫的神装啊。像这个装备打，打那种两件套的肉，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。但是打一件像大影魔刀这些。 不需要法穿装，好吧？不需要法穿装。而且这个装备还有一个优势在于，它打其他小脆皮。你像打 ADC 这种小脆皮，就是没有触魔抗的那种小脆皮，基本上一个 AQA 就带走了，而且拆塔特别的快。你看这个装备才80点法强，这个你别看只有120点法强，但是法穿和那个背动效果很厉害的，这个。 余烬绽放，那个很厉害，那个你不能不算的。你像，除非是酒桶这个半魔做完之后，我们依然不需要做法身障。半魔做完之后，他再做一个自然之地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觉得需要先把酒桶消掉才能打到他们后排，那你需要做。 需要先破掉他的那个盾。 在这儿，我感觉在这里，盾破掉了，拉扯一下。 他有烟雾弹，有这个，他有这个罩子，所以第一时间没有直接去杀他。Nice。 看到没有，1014，猜。 刚刚我们利用巫妖之后拆这个水晶，你们看。